out of my head, can't get out of bed. Too much on my brain, but got it good. Hello， 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如何运用家里要淘汰的布做极简立体石膏画的方法，不需要有绘画基础也可以做得到哦。欢迎光临 Mother B 的百年老屋，我是 A， 是第一次来参观的朋友，我们是分享居家改造、生活风格、手做 DIY 的频道。今天的事情是这样的，斜杠客房刚整理好，但房门口有个奇怪的小角落。虽然是奇怪的小角落，但控制欲以及实验精神极为旺盛，我的空间里每个角落或者是留白的空间都会是我所设计规划的。好，焦点回到这个有点奇怪的小角落身上，它的格局有点奇怪，但正因为它奇怪，我还蛮喜欢的，所以我决定整顿一下。直觉告诉我它很适合摆一排直排正方形的画。至于画，我也秉持着之前面对月亮答应过自己的原则，第一个要选择自己认真爱的画，第二要对我有意义的物件，第三自己画的画拼得贴手的做。适合摆在带有侘寂风格的家又和我眼缘的，大概就是这几年我很喜欢的极简立体石膏画。老样子，我看了一圈 Pinterest 找灵感，都是很隐奢的价位。居家软装改造期间突然精打细算，小天使上身的我想想也许可以试着自己做做看。以前在学校念书，虽然没有接触过立体石膏画，但是新年新希望就是要放下自己的执念，勇于试错的我果断关上结账视窗，告诉自己目前超能力不足，还是先靠月亮借我的超能力好了。我想要做的是像古典众神雕刻衣服的立体石膏画，就像 prop 织品的某个部分的感觉。想要看更多的朋友，别忘了动用你可爱的小手手按下喜欢还有订阅，才不会在茫茫油管大海里找不到我们哦。还是按惯例找了一圈家里，光荣退役的 IKEA 床单，还有被我打入冷宫的三幅正方形的画，好像可以给他们重生的机会。刚开始被精打细算小天使上身的我，想是比较天然又省钱的方式，用久居于居家必备好物三宝之首位的苏打粉加做拼贴用剩的白胶调出来的特调，来仿造出立体石膏画的效果，结果失败。过程中我尝试了各种特调的材料还有比例，成效都差强我意，可以说跟成功没有什么关系。但勇于实验的我怎么可能就此放弃如此天然省钱的方式呢？在网上看到有人提供可以用痱子粉，突然想起家里有夏天没有用完在 Amazon 上找到从泰国漂洋过海来颜色很奇怪的痱子粉，带着兴奋的情绪，忐忑的心，冒汗的双手，再次试验网络传说中的特调，等了半天给它干，结果还是再次失败。我就不多说，我还用了面粉做实验，差点以为是 cookie dough 放进烤箱，还有跟隔壁 Karen 借的 Paris of Lester 也宣告了失败这件事。未曾尝试过这种天然省钱方法的我，中间到底做错了哪个步骤，至今仍是一道未解的谜题。如果荧幕前有此特调的高手，敬请赐教。好吧，中间经历过什么挫折不重要，我又左思右想，上网看了各个高手的做法，突然女明星挤乳沟的方法灵光乍现。我归纳出一个重点，想要制造很灵动像希腊众神身上立体的布的石雕感的重点，可能是我少做了一个步骤，就是要无中生有，应该要仿效女明星挤乳沟的方法，在布里面偷塞一些有的没的，外人看起来好像很有料，其实里面暗藏玄机。为了节省时间成本，我这次直接用上次瓦比萨比吊灯剩下的石膏。首先先把布裁成你想要的大小，裁之前大概估计一下你会用到多少的布，深呼吸，凭感觉抓一下你要的布大概是什么样的垂坠效果。抓完之后呢，要预留一些布收边，这个步骤看似多余奢侈，但最后你会感谢自己很阔气的预留这些布。再把布轻放上画布喷石，用比较宽的抹刀大面积的涂抹。很多人会在这个步骤之前特调石膏加上亚克力原料，抹匀之后就要无中生有了，再放上揉成一团的牛皮纸，如果你没有牛皮纸任何纸都可以，买东西会附的 tissue paper 也可以，再来凭感觉调整成你喜欢的样子。有时候虚无缥缈的感觉最重要，调的速度不重要，开心就好，但要赶在石膏变硬之前哦。再来让你的石膏冷静一会，一样依照你的坐标位置的湿度高低而决定。干了之后开始上第二层，细节的地方建议用比较细的抹刀抹皮，发挥甜点师傅的精神，尽量抹平表面之后才不需要动用砂纸。我本来想要白色的立体石膏画，但是为了要让我奇怪的小角落有一种从客房延伸出来的感觉，更有整体感，相互呼应，我又刷上了房间油漆的颜色。
再来干了之后，如果你的画有刺，伤了你嫩嫩的手的话，请用数字偏小的磨砂纸帮它去角质。最后的最后，赶快夸奖一下自己，有预留一些布收边，把后面的布整整齐齐的收起来，就没有人看得出来了。如果你的画框没有办法收边，请去跟邻居借一把钉枪，把你的布钉好，不要让它有机会露馅。Put a dress on today. I don't care what you say. 好了，这就是这一集用家里淘汰的布做极简立体石膏画的方法。想要看客房改造过程的朋友，可以点一下右上角。想要看秋季清洁更多居家软装手作，不想要与我们擦身而过的朋友，顺便点一下订阅，开启小铃铛。还有爱跟喜欢，鼓励我们一下。有话想要跟我们说的，别忘了留个言，搭起我们之间的桥梁。我们下周见，拜拜。